都兰国小的学生们平衡感十足，熟练地划着舌瓣，完全不会怯场，展现出大将之风。帮助他们拥有舌瓣练习的是健康家庭文教基金会所发起的云端爱宴计划，这次由教育处协助圆梦。我们希望小朋友们运用这样的一个运动项目，可以将来成为我们都兰国小的一个发光发热的一个运动的体育项目。再来就是就像乌克丽丽一样，可以让我们持续的发光，然后让它成为我们都兰国小新的亮点。除了舌瓣，教育处还提供了乌克丽丽双龙板给都兰国小的孩子们，小朋友们很懂得感恩，送了在10月29号前来关心他们练习状况的小燕姐姐，都兰当地知名的手工艺品，让小燕姐姐惊讶又感到开心。啊，是我们学校的招牌，里面都是小朋友的图文。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无法重来。运动和乐器除了增加一技之长，大人们的爱让他们拥有此生难忘的快乐回忆。东台新闻黄威报道。